Hello， 各位好，今天王子来到了这个师大夜市哦。师大夜市要吃什么？答案就是北港豆花。为什么？因为非常多网友啊，在这网络上推荐说这家非常好吃，也非常多媒体报道。看看那边，看那边，你看还有中英文对照哦，超赞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，赶快回来，赶快回来。好，现在就来试试看。听说呢，大家网友推荐就是说啊，这里的豆花完全不卖隔夜的，因为很多人常吃路边摊都会吃到隔夜的糖水或隔夜的豆花，对不对？因为老板娘每天现做哦，试试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嗯，很绵，很细，不错，跟那个公馆的豆花有得拼喽。我拍一下老板娘，耶、yeah! ，老板娘就是这个，拜拜。